对不起你，来生再生一个好的家庭吧。你接到这封信后不要难过，只要你好生学习，将来有出息，妈死了也就闭上眼了。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拖累了全家。妈，妈，站起来！把眼泪擦了。哪个中队的？鹦鹉中队二班杨帆。为什么哭？不为什么。不为什么就跑在这儿哭？你还是个国防生吗？挺大一个小伙子，穿着军装跑在这儿哭，你不嫌丢人呐？连坚强都做不到，将来怎么当好军人？男人就得像个男人的样子，哭哭啼啼，赶紧回去。是。选培班赵主任捐的1500。高参谋李干事各1000，我的，谢谢。哎，苏涵，替杨帆谢谢选培办的领导。这是我的，谢谢。我的，这是爱心大使唐公子。杨帆，对不起啊，这事儿事先没告诉你，但是我们向选培办领导汇报了，他们也做出决定，在全体同学当中为你捐款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你妈妈的病情要紧，她的命总比你的面子重要。杨帆，刚才有人找你，你看见了吧？谁呀？是一女的，啊，好像现在还在门口等你呢。那是找我的啊？你是小帆吗？是杨帆吗？爷，弟弟，我是你姐，我是姐啊，弟弟，终于找到你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不是你弟弟。那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你不顾爸妈的死活，连封信都没有。我不是你弟弟，
我也没有你这样的姐姐。少白，听姐说，听姐跟你解释。不听。我没有姐姐，我姐姐已经死了。小凡，听姐跟你说，小凡。小凡，外面那个女的是你姐姐。小凡，你抬起头，转过来。不管你认他也好，不认他也好，你都不应该躲着他不见他。她是个女人，女人在这世界上活着更不容易。她这么多年不跟家里人联系，肯定有她自己的苦。你姐姐当年离家出走，肯定给你们家里人心理上带来很大的伤害。可他今天必定回来了，回来找他的亲人。你想一想，他这些年在外边肯定也不容易。他既然回来找你，就说明他没忘这份亲情，他渴望这份亲情。如果你不理他，那他不就绝望了吗？杨帆，你是国防生，再过一个月，你就是真正的军人了。你应该拿出点军人的大度和气魄，即使你不认他，也应该问清楚他当年离家出走的原因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和家里人联系。不要再叫我弟弟了。你曾经的亲人，他们都死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自由了。连地震家里遭灾你都没有回来，你现在还回来干什么？为什么还要回来接全家人心里的伤疤？没有你这样的姐姐，你走吧，走啊！前几天我回了趟家，爸妈把我撵出来了，
来找你之前，我已经想到了，你不会认我。那么为什么不认？你知道咱们家这些年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吗？爸妈有病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们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，盼着你能替家里减轻点负担，你却离家出走。更可恶的是，你带走了爸准备给妈治病做手术东挪西借来的那13000块钱。你就当我们都死了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小凡，不管你能不能原谅我，你都听我把话说完，等我说完了你再走行吗？当年咱家穷，穷得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，我也是想改变当时的状况才想着出去的。语言不通，没有亲人，我在街上流浪，捡过废品，打过黑工，被人打过，也被人骗过。后来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我跟了一个比我大40岁的有钱人，他不让我出去，也不让我跟家里人联系。每天我就像蹲监狱一样待在那房间里，没有离开过房间半步，直到他死我才获得了自由。这12年里，我没有一天不想家，不想爸妈和你。这么多年，我始终没有放弃一个信念，那就是再苦再累，受再大的屈辱，也要熬下去，活着回家，让爸妈和你过上好日子。妈妈已经不认我了，如果你再不认我，在这世界上我就没有亲人了。这个小饭，嗯，啊，多吃点。你也吃了。嗯，好吃吗？嗯。小饭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。姐，我没事儿，我这不挺好的吗？你别哭了。小凡，姐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嗯。你什么时候毕业？现在正在准备论文答辩，过了就可以了。嗯。我在回来之前，在国外给你报了一个名牌大学。我接你出去吧，啊，咱们读研究生，读博士。怎么了？你不是从小就想当科学家吗？
老王，门开着呢，自己进来吧。你说，一到吃饭点儿你就送这送那，今天我煮面条了，你不盯着犯罪嫌疑人，天天老盯着我干嘛？你说工作还干嘛？小曼，叔叔，你这是？叔叔当了一辈子警察，累了。小范，姐带你去买衣服啊，买世界名牌。小张，带我们去东昌最大的商场。叔叔，您怎么不说啊？说什么呀？哎，千万不能告诉小韩啊，不能让他分心，会影响学业的。等他毕了业，慢慢告诉他。怎么有股糊味儿啊？哟，我锅上做了面条呢，快快快！哎呀，您老吃面条怎么行啊？面条简单嘛。多没营养啊！我给你做饭去。带我去新华书店买书吧。买书？师傅，这书是谁让你送来的？管理员，您好。是我撕了你们的书，我错了。我请人将这些新书送给你们，以表达我心中的歉意。